行，有画面，好，留就好。所以怎么在房间？因为太热了。因为太热了。谢谢北洋神开的新之冠，谢谢，谢谢。阿雪一个探头，对啊，阿雪很可爱，好久不见，对啊。天哪，谢谢您的 love， 谢谢给我的告白气球是吗？跟你们说，你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看到 JK Lee 的，对，最后一天 JK Lee。真的吗？今天等一下才知道。OK OK， 谢谢雪肉库玛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今天是最后一天追推力。谢谢大卡的新之冠。最后一天，办公室打架。谢谢扎卡的打 call， 可是我不想，我不想脱离 JK， 那就老了，那就老了，大家就不喜欢了。今天是最后一天 JK 里。下次看到莉莉就不是 JK 了，就毕业了。谢谢亮客的新之冠，谢谢。谢谢。弟弟毕业典礼会哭吗？不会，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。可是这三年真的就是经历了好多东西。哇！手机掉下去。已经摔习惯了，吓死我！以为不能充电。谢谢浪客的新之冠，谢谢。一直毕业有哭过吗？有啊，最近没事。不想脱离，不想脱离。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，之前跟你们说那个，就是我的美术老师知道我很喜欢那个伯母，那个伯母的继承碑嘛。然后我就给他写，然后。他就这样，他画了一个我，超像，你们不觉得超像吗？你们不觉得很像吗？超厉害，美术老师。而且你看，他还记得我喜欢前辈，超厉害耶！
厉害。对啊，很 Q。对啊，对，贝乐做过，贝乐做过纸胶带女王，因为我之前很喜欢收集纸胶带。然后我的教官，我们教官是我们就是带刚好带到我的教官是女生，对，然后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她。对啊，今天是狸猫狸子，嗨嗨好好。对啊，纸胶带女王。因为我以前喜欢收集纸胶带，然后有一次的作业是那个要用纸胶带做 一幅画，然后我就带了我纸胶带去。女教官，对啊，而且我觉得那个教官就是长得还蛮漂亮的。教官没有画，可是教官写了很多，他写了一整面。然后因为之前就是因为我们有就是不都有军歌比赛嘛，然后那一年的军歌比赛是我编的，就是舞是我编的，位置也是我拍的，然后他就说对我的印象就是漂亮有礼的好学生。然后因为我其实在学校很低调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那个 AKB48 新毕业生。然后就是有些老师有写到，然后教官就说，就是他很讶异，就是我已经是就是艺人，对。然后他说，身为教官的我也为你感到开心及骄傲，就很开心。我教官会抓我，简单的舞啦，简单的舞。然后我的数学老师也写了一整面。看到你选择了一条辛苦而未知的道路，但你的努力维持着两种生活的平衡，这种态度就是你可贵及可爱的地方。希望未来的你更加发光发热。超爱老师的。还有说想听要不要念片？不是啦。对啊，教官很暖。然后我们的地理老师超强，就是他很会画地图，然后他就画了一个地图给我。超狂的地图，他每个学生都画了地图，就是如果有给他签名的话，他都画一个地图。对，世界地图，他超厉害的。他在黑板上画那个世界地图，就是他能把地图画得非常精确，而且精细，超强。那个超好的数学老师，对呀。我是纸笔啊，对啊，超强的。那我也给很多同学写。然后这个是我同学画的，超强。就很开心。你就是你同学？没有，不是。很快耶，这样就过了三年。没有，我不会画画。吃鸟蛋。
然后我同学就说，那他们写歌就说，就是能跟偶像同班，就是真的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然后就是跟我说要加油。真的是很与众不同的三年，就是一般人不会经历到的三年。我同学是偶像，谢谢 Daniel 的巨蟹宝宝。牛洞陪伴就很快，很不知不觉。我没有很凶，好不好？很快三年就这样过了，老了，再也不能说我是青春少年。没有啊，可是就是已经脱离大家觉得可爱的年纪了。18岁都可以可爱。不是可爱，好快，三年了。三年前，我还在请我们班的同学帮我投票。没有，也没有三年前，大概两年多前刚开学的时候，还在请就是刚认识没多久的同学帮我投票。然后就是，踏进这间学校跟 PP 的开始是一起的。
是偶像，那时候还不是啊，那时候只是甄选生的。好，就每天请大家帮我投票，可以帮我投票吗？然后每天早上都说，哎，你们投票了没？手机拿出来我检查，然后投票了，好，帮我宣传哦。然后他们都在自己的 IG 帮我宣传，然后还要跟自己的好朋友拉票，然后还拉到，哎，你投票了吗？哦，有啊，那个谁已经告诉我叫我投过了。谢谢哦，杨雄，谢谢杨雄加入我的粉丝团。同学让自己同学推上偶像之路，对啊，很谢谢他们，同样学习啊。杨雄也说过。手机拿出来，就算电风扇吹很多，还是要投票。然后说：“你们要去投票哦，手机要拿出来我检查。”没有啦，而且我另外一个女，就是另外一个朋友，就是我同学，我的好朋友。然后谢谢杨雄的心之挂，然后他很帮我就是分享，然后他跟班上的就是。跟班上还有很多，他就是认识很多人的那种，然后他都会到处帮我说，哎，记得要投票，哎，你今天帮佳丽投票了没？就是我的好闺蜜，然后就是她也很帮我。同学没有买专辑啊，可是他们都有默默的关注。我有送数学老师那个看见夕阳了吗的那个的 CD。那张单曲，那个同学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，就是那个就是一直听看见夕阳了吗的那个同学。对啊，一点一滴的回忆，好快哦，真的好快，三年过去了。快哦，一直觉得好快，想着刚出还是小高一而已，明天就要毕业了。不知道，我觉得太快了，就是。都还没有心，就是我大概觉得啊，我才是刚小高一而已，然后不知不觉高二了，不知不觉高三了，不知不觉我要毕业了，就变小大一。对啊，小大一。可是大学就是跟国小、国中、高中一个很不一样的阶段。会有更新，对啊，很快，呵呵，忙起来真的忙起来，时间过得很快。
每次都觉得就是上学很辛苦，然后就是时间都还就是时间都很紧凑，可是当真的要毕业的时候就会想说就是可以再多待久一点嘛。谢谢变成星星你们的巨蟹宝宝哦。反正有人但是对不对会去。对。撒娇。大学很有趣，没有，可是就是明天就是穿制服的最后一天了，就是大学也不会有制服这种东西，然后就是也不会每天就是规定你就是哦几点要到学校，然后就是更自由了吧，可是就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大学会有制服，可是就不一样啊，就跟你每天去，其实每次不一样，就是，不太好吧。哈哈一身体不想毕业，之前都说好想赶快毕业，现在不想毕业，人就是如此的矛盾。觉得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开始，我今天要穿什么？再聊毕业，然后很对啊。原本想说赶快大学就可以解脱这种就是早上很早起来的生活，可是就还是有点不舍。上课就不能睡。早起对我来说倒还好，而且我觉得就是早起有更多时间可以利用，所以我不排斥早起。谢谢 Eddy 的星之冠。我昨天就睡，我今天九点多一点点就睡觉了。
顺便晒一下。生活就是对啊，超健康。习惯熬夜，熬夜熬夜跟伯乐聊天呢、啊。谢谢阿 Kira 的香槟不要这样说，你知道之前我好像比较晚，就是比较晚才要练习还是怎样吧，然后伯乐是比较早的，我还是设了闹钟起来叫他我再睡回去。对对，所以他如果需要我叫他，我还是会设闹钟然后起来叫他再睡回去，放心好了。谢谢草莓酱的星之冠，谢谢谢谢。对，可是伯乐叫我，阿星叫我，阿嘉丽也叫我。算了，我不要再讲这个。然后伯乐说一句：“不行不行。”对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我想换另一个莉莉叫我全品念，你也换了吗？你也换另外一个莉了吗？不要再攻击伯乐了，不行。谢谢 Popo 的星之光，巴啦啦。他想到那一天，他都知道我下一句要讲什么。你也很可爱，耶、yeah ！然后他也知道我要耶。耶、yeah ！毕业快乐！哇，加个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人生七十二粒，哭粒。谢谢一场君的 love。谢谢。伯乐都不看，伯乐都不看是什么字，就直接讲，就直接讲在。不想听。很想要很想要过过看，如果
是一般高中生的生活会是怎样？就高中可以，高中可以有两次嘛？原来让原来让人家相处的机会。然后这几人是哪里？好啦。是不知道哎、欸，如果大家的高中生活都是怎么样？都是补习上课，补习上课。这我就很明白，男的这么疯。可是有社团活动啊，然后可以参加，好吧，好像也就只差社团活动，可是就会考到很好的学校。嗨嗨，小雨。高中生活不满足，不会不满足啊，可是就是跟一般人的很不一样，所以也想知道大家一般人的就是高中生活是怎么样的。校车调戏学，上课放在前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要调戏学弟？不知道，我不断怀疑人生，可是这样成绩应该不错啊，就是很就是读书。对啊，那是最开心，因为社团活动就是很开心。我们班人一定要怎么样？天平是什么色啊？高中就是废了。伊诚俊，你不是很精彩吗？做科长比赛请假打网卡，为什么会打网卡？因为学弟来拜托我把桌牌跟学妹一起。哦，嗨嗨，尾鱼。上课组模型看 DVD 喝酒，下课练爵士鼓喝酒。唐老哥会打鼓哦。你们都要去打网咖哦，就要先戴个墨镜。学校外面就有网咖，是发生什么事？这边就没碰过，心里满满的歌单。唐老哥是热音社的吗？还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？
我们不要这样欺负益生菌啦，虽然它真的都在放生。走る自転車谢谢阿 K 老的新主管。谢谢乔老哥的新主管。谢谢。日子好可爱，我现在也很可爱啊。谢谢我鱼的 love， 谢谢他哥的新主管，让我被翻开也是高中。大家的高中生活都还蛮丰富的感觉。双马尾力，现在也可以做马尾啊。谢谢幻影战士蓝色应援棒。对啊，高中生活也很特别。谢谢艾迪的新之光。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巨蟹宝宝。前几天在翻照片，就翻到自己就是第一次穿上学校制服，高中制服的时候，就以前好 UK 哦，记得是很酷很酷，对呀。噔噔噔。就是真的是很幼很幼很 UK。三年来也变很多。いつもに乗りが始まらない、今日咲いて日々見捨てて、自分が終わるまで終わった、たった一度の人生あったね。
高中读车，高中生活读车。对啊，不知道他国中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触，我觉得他应该比较还好。三年真的是从 高中开始，然后 TT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就不知道，我觉得如果当时是错开来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感触，可是就是两个时间点是同时开始的，就觉得已经三年了，好快。谢谢尾鱼的枫叶，不然我们来延续上一次学生时期最疯狂的事是什么。谢谢九二的星之冠，谢谢。那你我一来真不大顺利，哦懂了，哦懂了，特殊班，大家不一样。特殊班是什么？科学班之类的，还有什么数理自由班、国文自由班。数理自由班，是读书的。怎么越来日的这网咖都玩什么，什么游戏可以玩这么久？我不太会玩游戏，所以就是那种就是电脑那种，所以我 get 不太到什么游戏。分台见正解回来，好，谢谢谢谢陈品，谢谢，拜拜。周刚出来，原来一选一只，那不是很明显吗？
哦，跟游戏没关系哦。是一起玩的氛围吧。不想毕业，你们根本一起玩游戏，可我可笑的那个啊！好き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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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小孩有手机就够了吧？我们班同学都在班上玩，然后又玩到鬼吼鬼叫，真是。No no no！ 他们都边打边尖叫，然后有时候想睡觉，午休的时候他们就边打边尖叫，就这样，一脸怨气的这样，再跑去睡。谢谢谢谢新宫梅，剪刀石头布，谢谢莎莎的爱你哦，谢谢 Happy Fly。谢谢开心的心之冠，你觉得他们什么东西？笨蛋，嘴巴闭闭哦！如果喊喊尖叫吵地睡，他就不是这样算，对？不是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吵我睡觉。就是你如果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那就算，如果你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那就会很生气，如果你在对的时间做，就是就比如说你在下课时间玩，可是我刚刚想睡觉的话那我就不会这样，可是如果在午休时间玩游戏的话我就会不看到例子已经那不一样啦，谢谢你的新之冠，谢谢幼童学嘴巴闭闭，你们嘴巴闭闭哟，嘴巴闭闭，那你呢？谢谢幻影战士的蓝色一人棒。
把椅子当足球踢来踢去，那同学不会讨厌吗？签选自己没有啊，学校签就是签，就是签本名啊。就在学校，我就跟大家一样是个学生。谢谢企鹅的新之冠。阿雪，你是不是累了？阿雪上班了，阿雪上班，来下一个。这只也三年了，这我们整天午休聊天。谢谢企鹅的新之冠。谢谢阿雪工作，阿雪不行，阿雪起床，起床，阿雪起床。你起床才能可以才可以换我。那种不是很好看，没有啊。可是，我也是，就是我也跟大家一样，都是一般人，所以我就觉得不用特别不一样。阿轩呢？没有啊，粉丝在那个就是熊熊的。不是那个帽子放我们家，我已经拿走，他把它放在我的床头上面，床头柜，然后。我就拿起来看，这不是波热的帽子吗？然后我还问小姨说，这是波热的帽子吗？他就说，好像是的。Love you, I say goodbye, my darling。领结外面那从在大头，他把跟你前真的很。很狂耶，其实不是他讲的，对。在这里，快乐的猫猫，他忘记带走。不对，应该要戴在耳朵前，不是要戴在耳朵后才对。那干脆桌子了，不行。
另外一个大林说不行，我就想让阿学体验看看。凶爱熊，对，你们不觉得那天波儿带超可爱的吗？你们不觉得波儿带超可爱的吗？超可爱，超级无敌可爱，超可爱。I say goodbye, my darling. 超可爱。好きなんだ。那第一组牌，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阿雪带回了吗？阿雪的脸会看不到。那阿雪的蝴蝶结肉出来了。嘟嘟嘟嘟，只看到白团啊！对，不知道怎么带你就对呀、啊，没错，因为很适合东西，很可爱啊。说不可爱会被变，对，说不可爱会被变。还需要帮你洗澡。你看这个呢，男的男的，帅啊帅。跟波热直播穿的比较漂亮，对呀、啊。一直戴，阿雪戴就好了。一直戴，一直戴，一直戴酷酷。波热戴最好看。不要以为三姐超可爱，不然本来就可爱，怎样都可爱。我一戴就没分了。噔噔噔噔，谢谢格尔的星之光，当夕阳。沉默微笑，一片金黄。你要我带你慢慢拉长，精彩唯美的不像话。耶、yeah ！我要放一下夕阳啊。夕阳照在我的脸上。樱花瓣，当樱花，当樱花灿烂盛开，用力牵着彼此的手，我出响起希望的钟声，不着回荡在空中。不行，刚吃的那个太咸卡喉咙，而且气太高。上回去。当樱花灿烂盛开，用力牵着彼此的手。对啊，不行，不要跳。当樱花灿烂，对，太咸，我现在整个嘴巴都超咸。当樱花灿烂盛开，用力牵着彼此的手，我出响起希望的钟声，不知回荡在空中。不行，我现在整个喉咙都是那个。对啊，不行，喝水水，我没有，我今天没有装水。对，卡痰中，太咸了，太咸了。对，喉咙锁住，没有开嗓。
快，夕阳要不见了。开奖不要，为什么来领头钱？噔噔噔噔。谢谢谢谢星之挂。好了，阿雪，这个要还给伯乐，不让你待太久。谢谢西西。就看开场，不要 ，no。跟身旁朋友们烦恼牵挂，为自己烦心，不想有你的光，把继续压抑埋藏。印记除了微笑说了谎，其实你真的不必一个人假装坚强。午安，刚睡醒吗？假扮正经经，不满花鲜艳的绚丽，一点一滴小小相遇，如果能加倍珍惜，一定可以感受到幸福的涟漪。当夕阳悄悄地沉默晚霞，一片金黄。的不像花叶，紧要退场，也即将唱起翅膀。这日常你不放，给镜子里的他的。那我拿个充电器，快没电。镜子轻轻上了张脸庞，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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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手机没电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哎呦，怎么破坏？应该认真或装傻人际关系，更难以找家。谢谢西西的蓝色元棒，谢谢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，谢谢艾迪的爱你哦，感觉有点干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香水买第二罐，因为我快喷完，剩一点点给你们看。那谢谢花生的玫瑰。你不璀璨的花蕊，你看，天上呀，一样的啊，我再买一罐一样的。没有忘拍香水。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味道。它是清香水，所以味道淡掉的很快。对，用上，真的好喜欢这个味道。而且我会喷一点在衣服上，然后就把衣服拿起来吸。来为大家示范我都怎么。如何使用？
如何使用，就是准备一件外套，然后它要有一点厚，然后把它喷在就是这种，这样啊。阿雪，你先坐一下，然后这样，然后。这样子，午休睡觉的时候就可以这样。嗯，很香哎、欸，就这样，很香，真的很香。很像，好像口口香。很香啊，味道不会太重，不会，因为它是清香水，而且一下就散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？为什么是变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就是都很香、啊。真的啦，很香、啊。很香的味道就会跟着放松，笑容什么就很香啊，对啊，就很香啊。很香，你们不懂啦，这个很香好不好？我都会把它喷在外套上面，然后闻外套，很香就好。其实而且就是外套香香的很疗愈啊，不是吗？带着一路跌跌撞撞，不是波特啦哦，哪里母汤？要不懂抱着睡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抱着睡啊？就啊就，算了，你们不懂，没关系，你们所说就好。哈哈，背景色太，就很香啊。欸、没开冷气，现在有了啦，现在有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数学老师他人真的很好，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同学都没有来，我们就只有四个人，然后数学老师就说，哎、欸，不然我那边还有就是冷气一张冷气卡，然后里面还有钱，然后他说，不然我把我的卡拿给你们吹就好，这是何等天使老师啊！然后他还说，我这边刚好有就是一整包新贵派，然后他就给我们分呢、欸。给我们几个人分呢、欸，然后就一人拿好几个哎、欸，我想看一下，我已经想哦，谢谢。对啊，就跟我小贝贝一样，你们真的不懂。还有那个就是小枕头也是那样子，我到家我会先把小枕头拿来这样子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要出门也是这样，先吸一波再出门。数学老师忍不住，没有，数学老师是要那个要离开教室的时候才问我们说，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？你们会不会热？那我拿我的卡给你们吹。不是波特，是对、啊，是波特的才对。你我之中有感情，让眼神闪烁。快拿喊！为什么要拿喊的来问？大步的走，让小伙伴慢慢松开彼此的手。
一模一样会想你。对啊，很喜欢香香的味道。到六点半，我很喜欢香香的味道。等一下，这里我还有点不受控。你们都不会这样闻哦，好吧，可能只有我会吧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香，就是身心急需，就是需要放松的时候，就这样香啊。对啊，这是立体熊熊，是一只熊熊。我都放在手边。这样吗？好像不是这个呢，就很香啊。嗯哼。可是头发不太，就是头发就是那几种味道哎，就是不像香水可以这么多。好吧，考试前而已，所以我只有考试前有精神粮食。好吧，被快乐淹没，但什么将一切交给我？这没错，年纪星座。而且我只要味道淡掉，我就会再补。它真的散得很快，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让它久一点。好像加凡士林可以久一点。通通怕那后，今天仍有你会后。粉粉粉，粉粉粉。然后我同学就是送我的毕业礼物，然后他送了一个我一个扩香石。对哦，他怎么有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？旺仔小馒头的味道。类似味道香味会精油比较好香，是没错啦。妹子专利的，不知道放在上面看有没有用。他居然变色了，他说他是扩香。为什么我这闻到很重的酒精味？我要看不能用香水。他说要用精油，我想说用香水应该也可以，就没想到居然不行。他就满满重，不是，他就只有很重的酒精味，所以他一喷完我就这样，然后就把全部酒精。香水闻久其实还好，因为它其实一下就变淡了。十分钟内，对啊，对，就好像好光剩酒精，我感觉就香味疲劳，我觉得还好。
你都不醉，不会。你好好的说。这我觉得是真的是因为它散得太快，因为我上一支香水就是也是一样这样，也是按两下，然后可是它的味道就比较久，所以我觉得是就是不同支香水有不同的那个。嗨嗨任品君，因为我上一支那个很香的那一个，就是有一组的那个也是一样都是喷两次，可是那是它就可以维持很久。然后我喷韩寒的那个是迪奥那个迪奥的吗？那个也比较久，我也是喷两下，可是其他的那个其实喷一下就够了，是这一支太散得太快。就很香啊。噔噔噔，谢谢星星的新歌挂。学会了飞，在云朵间。好，准备，我准备好了。啊，那太甜，会吗？可是韩寒那个味道我也不行。梦境重叠，所有的细节。谢谢 Eddie。闪动光辉，繁星一般灿烂耀眼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拼图？还是要拼图，真的？嗯，为什么？它是黑色。我没有哎，我没有设定。我如果有设定，我就跟你们讲说我有设定啊。谢谢林果的，祝祝你哦，谢谢。我先念榜哈。早已注定。下场大雨要多久才肯放弃？同学，你有想到曲目了吗？谢谢谢谢，真情告白，不然玩 Lucky 好了。谢谢谢谢，啊，不然 Coin Toss 也可以。谢谢 Popo 的真情告白啊，那个啦，不行不行的，把那你都，啊，你都唱好了啦。你都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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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记得伴奏要开小声一点，伴奏记得要开小声一点。我的心筋肉を触らせてよ、どのくらい硬いの。等下我们要玩 Lucky 一下。筋肉を触らせてよ、どのくらい硬いの。興味があるのよ、男の子。
啊，よいしょ行くぞ。ファイヤー、ファイヤー、タイ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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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ー、じゃあ。哎，我都帮你打 call 了，嘻嘻，就唱哦。我的心。なんだか重くて、そう誰かに何でも仕方。だからちょっと頭を絞ってハートをついてみた。好了，我要念榜了。何で お願いするの？悪しい。なせてる。好了，我要念榜了。嘻嘻 ，next 我要念榜了。第一名是阿 Kira， 谢谢阿 Kira， 恭喜金人，谢谢金人，大家好，感谢小阿门，欢迎看到今天的分吧。好像要可能跟朋友来见面，但好像有点开心，就是比较就是能比较常跟朋友来见面。谢谢阿 Kira， 第二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谢谢。谢谢林国。第三名是幻影战士，恭喜你们在学早班去准备弄很久，希望你考上想要的那个。啊，那那哇噜噜哇噜噜哇噜哇噜噜，酷里奇。谢谢谢谢幻影战士。第四名是喜乐库玛。我写日记啊，毕业了，我上了，那人真是厉害的，人进入手里的那一场，想要是人生最简单的，又把它下啦！哇，恭喜，瘦了十公斤，哇塞！可以教我怎么瘦的吗？我也想瘦十公斤。第五名是西西。哎，不是认真说不会唱啊，没有，不要你，不要，你又搞笑，玩的可很简单了，我都会了。你不一定要很标准，没关系，记得伴奏关小声一点就好了。耶，第六名是瓦鲁艾比。今天会主加 mini 空加油，握手会加支考加没错，等活动自己好好休息哦。没问题，谢谢瓦鲁艾比。加油加油，我这边可以的。第七名是开心，对啊，第一次主持生日会，好，谢谢谢谢开心，谢谢。第八名是扎卡，大学会更好，没上这个同学是在外大学好同学的，但常常也是，谢谢扎卡，谢谢。谢谢。第九名是 Eddie， 苦难路。哎，什么魔力的吗？没坏的，没坏的，没坏的。对上小巨蛋，真的，小朋友小弟弟做比较好。谢谢 Eddie， 谢谢谢谢。第十名是狗啊，哎，狗啊没有，狗啊没有，狗啊没有那个，狗啊没有写，但是谢谢狗啊。谢谢。第十一名是明，谢谢明。你叫我的话，谢谢你的。江城护手香到底有多香？你们就不要我，就是这么香，然后结果你们就是到时候自己去买好几罐来闻，哼，你们都不懂那到底多香。哼，嗯。你为巧克力这样的，哎呀，你们就是很黑，可是明天辛苦啦。下次帮你写好不好？下次再提醒我。
因为我今天要关了，下次提醒我。第三名是泡泡，你考完之后还在什么生日没有生日没有，都看不到完整直播，哭哭，不要哭哭，泡泡不要哭哭，给你鼓励，给你鼓励一下，不要哭哭，拜拜。第十三名是 CKUMK， 谢谢谢谢 CKUMK， 谢谢。第十四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。第十五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，谢谢。谢谢阿米的告白气球。你有見える幸せが君にも見える、 Green Flash。 小艾迪就瘦了，哈哈，不好的季节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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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还好还好还好，但是 OK 没问题，谢谢给我啊。好啦，大家辛苦了，我们礼拜天见。僕たちは戦わない、立即推荐个晚餐牛洞啊。その恋し誰も殺す気が来るよ。お、久违解锁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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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不然吃卤肉饭。憎しみは連鎖する、だから今待ちきるんだ、この世界で流れ落ちる涙の総量決まってるなら。 JK Lee 要跟大家说拜拜，下次见就不是 JK 了。明天不要开心点，有点感伤。对啊，最后是 JK Lee 直播，赶回来播的直播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Last JK Lee， Hi， Last JK Lee， 拜拜。别快了，谢谢道明，拜拜。